下都短的，要看其他下。No NG, so you don't come? 啊，短的呀。哦、oh, ，you don't come. OK， 在那端过来。OK， 诶 ，OK， 你来抓在屋内。OK， yeah， OK， you hold on， you， 你要不要跟警察讲一下？他说他们不来了，因为没有受伤，没有那个的话，怎么会不来？需要那个保险的 report。对，两个人互相保险要的，要，他也是来不及，我也是来不及。OK， so 那有人受伤，你说有人受伤，我们只是今天不去那个。Yeah. He's not going to the hospital today. But we don't know the interview, not injured. Yeah. OK. OK. Thank you. 这样我们两个呢，交换保险资料。没有，你那个要还是要叫警察过来呀？他不来呀、啊？没有，万一那打一下吧。没有，万一怎么可能不来了哈？不可能不来的。那你打一下，你再打。我刚刚在打，他说他不来了，他说因为没有 injured， 没有受伤，没有受伤都要来啊。可能的，哪这样子？这么严重，警察不呀？对，那再打一次吧。不好还可以发动推手呢，不可以啦，那轮子歪了、啊、轮子歪了，轮子打过来了是吧？对啊，歪了不能走啦。哦，对，这猫进去了，已经差不多整个轮子都丢出来了，会撞到那个轮子，是啊，撞个轮都甩咁滞啊，个辘都甩咁滞啦，他因为他重地撞到前轮啊嘛，是啊，所以边轮我行呢边噶嘛，唔系你个 engine 都仲可以发动嘅，但系大部车唔行得咯，车唔行得噶啦。诶，佢衰警察又唔来嘅，边有你又唔嚟嘅啫？按道理就系、是、啊，我知道，冇人受伤都要啦。系啊，唔知道佢点有咩事呢？咁应该点办呢？再 call 佢，再 call 一次，冇理由唔嚟噶，一定要嚟。你话好严重啊嘛，有乜理由唔嚟啫？我没有看到，发生之后我，好的，我听到，但听到砰一声，我没有看到。哦，好的，你电话是多少？给我留一下。因为我没有看到啊。你没看到，但是就是这个责任是谁的？你到时候了。但是我不能判断责任是谁，但是你看那个有 stop sign，stop sign， 那边有 stop sign。所以应该如果来判的话、他应该是这个责任了、这个因为他没有停够嘛，他没有停够，对、对，应该是这样了，应该是非常判断的，因为、我知道，因为就是他就是最好有一个就是在现场的一个人，就是在这边的话比较好一点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啊，没有看到，但是就是你应该知道，就是应该是那边他是从这边过来的，是 stop sign。哎，你照片你可以看得到啦，不用没有，我说没用的啦、哦，因为我不是看到，okay、因为我没有看到，我不能说证人了哈、哦，我不能说了。哦、但是你自己呢，你留的那个照片，你就说那边 stop sign，他是不是从那边来了？只能够这样呢，你只能够自己留那个证据了。因为我没用啊，我说的没用，因为我不是在场看见的嘛。其实
也不用看见了，因为他那边有 stop sign， 这边没有啊。对，这边没有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就看这个，但是要警察来了，应该警察来。对，没错。OK。哇，側面氣囊爆曬。警察来，有警察来哈，有没有找保险公司什么的？我们有保险，有保险，我们有liability。Okay, 他也是来不来的。OK， 我看到没事，我就是问一下，我也是车行的。你车行的，要等，搞不好等一下要估价，估价要修理啊。能不能我留个电话什么的，你们可以方便的话，好不好？我的是 Billy， 他的是那个 Toyota。OK， 我看到了。然后您方便给我留一个电话吧，我叫 James， 我把短信发给你。好，James， 这个大哥也一样哈，反正是都可以，反正咱华人嘛，互相帮助。啊，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碰上了，没办法。我短信发给你了，好，小李，好 ，OK， 那你们忙，有事情打电话啊。好。筷子上我们要做生意。好一点，定要好一点，没准起来就好。他妈的，这个是可能刚转到灯，那个一箱是给那三箱给真正的，还少他三箱。出看，帮我去找一下我耳机，我塞的耳机。掉在车上了，耳机都掉下来了。我自己学医的，我会懂一点医学知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事，我就不要去医了。为什么我这个能弯？它是刚撞到它会受伤。那个气囊打出来是怎么感觉的？我操，那个全部都冒烟了，整个车内都冒烟。你是不是打在你脸上？氮气吧。啊，是不是打在脸上？没有打到。打在胸部。打到胸部。胸部上面。对。没有打到脸上。没有打到。然后这边头部包覆。右边左边打，左边靠玻璃的这边。玻璃那边又弹出来，又保护。对。其实你向前撞它旁边的气囊没有保护你啊，就是前面那个主要是旁边跟前面。但是因为这边这次不是旁边撞了，所以应该前面没有前面他是撞我旁边的。撞旁边吗？他是撞我旁边的。他是撞我旁边的，你看他这样子撞一下他旁边，所以我第一个安全气囊就是旁边的安全气囊，他是玻璃的那边。你看第一个安全气囊那边跑出来，然后在这边再弹出去。这样啊。美国气囊一出来，车子就报废。不是，还有一个。什么还有一个？这个不就这个在里面？不是那个坏了，还有一个肯定丢了。就这个就。
我唔可能撞到佢，你知啦。嗯。因為我行過來真係學咁樣慢噶，佢開得快，一下就撞到我條街。我睇唔到，我只係打翻過來。我唔打翻過仲犀利啊嘛！你諗下我運嗰度行到呢邊有幾遠啦，係嘛？一个狗没动作，一下就没事没事，这个现在好一点。我这个宣布完蛋，碰到那个方向盘，没有就丢了，没有就撞飞了，撞飞了，对，飞能飞到哪里？飞在车子里面，飞到车子里面，有的气囊在气囊。啊，飞好了一点啦、啊，好一点，好一点啦、啊，哎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他是刚撞到就疼，我知道了。要去医院，没必要去医院，没事。所以上个车也下来了。对啊。放着包里。